是虔诚的北京女青年，认真负责的心外科大夫，以心求得真爱的纯洁女子米露露。神仙们，你要做一个男神啊！有人吗？哎，你醒了。我遇到一个男神，你把他扒了。这个，露露，为了你，我可以不要温哥华的一天。我是这家公司呢最平凡、最普通的一个小销售，月薪3200。3200，是不是真的有点太少了？跟你没关系。这就是你尽力帮助我的方式吗？冷静。Thank you.